样。给带那两个其中一个，如果阿子阿姨莫到时候不听话的话，给他叫他去另外一个公司当保安队长。嗯，不然我怕他跟你待一块的话，他就想让你保护他嘛，所以他就有点调皮可能。啊。他单独待一个公司的话，他就会听话一点吧。嗯。好。会不会骗子啊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这啊，对吧？你点赞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，都还没给阿子点点赞赞点点赞赞，谢谢。感谢点赞，谢谢，感谢关注哦，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点关注哦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点赞。阿姨们还在化妆吗？嗯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叔叔阿姨哥姐妹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啊！然后呢？阿子加油！来，帅哥姐们，希望阿子加油的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也现在顺利的把阿子莫带出来了啊，带到公司这边来了。那么，都是感谢叔叔阿姨哥姐妹啊，一直在鼓励我，然后呢，为我们加油，所以我也很有信心呢、啊，就把阿子莫带出来了。那么现在顺利的到公司这边了，明天的话带阿子莫去公司，谢谢。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阿子的工作的地方这些啊，我相信可以的，至少他在就是在老家好嘛，对吧？至少比在老家的时候好，因为在老家的话干活也比较辛苦嘛，对吧？谢谢勇哥，谢谢感谢关注，谢谢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感谢点赞。谢谢我八一哥哥、八哥哥、八三哥哥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阿紫唱首歌，现在在酒店里面不能唱歌，吵到人家睡觉了。等一下，这样不好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唱什么歌？你不要唱歌，我跟你讲。来把张张点一下，好吧？张张点一下。唱歌。张张点一下，然后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嗯。对，我们还没有关注的都关注一下啊！谢谢谢谢。叫小王，你叫他们把这。哇！谢谢送的木器，谢谢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来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们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如果想知道以后阿紫的生活的话，你们就关注一下阿紫啊！谢谢你们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阿紫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对，她跟着我的话，那个你们放心啊、哦、你们放心。欢迎关注啊、哦、感谢关注，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妹的关注啊，谢谢你们啊、哦、我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感谢关注啊、哦、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给点点关注，对，因为那个啥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会加油的。明天我也会带阿紫到公司里面去看一下她工作的地方，跟他安排一下，每天跟他们安排住的地方，还有公司上班的地方这些啊，因为他今天呢也比较辛苦，然后呢让黄毛回去啊，你先看他表现吧，看他怎么对，在公司如果听话呢的话，就暂时不管他嘛，毕竟出都出来了，对吧？如果到时候实在不听话的话再说嘛，对吧？有福气下是吧？谢谢谢谢大家。我们两个玩一把游戏呗，阿紫。可以啊。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。谢谢关注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，谢谢谢谢。加油，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会加油的。你输了，你我看，你唱首歌吧。在这里会不会吵到人家睡觉啊？不会的，
阿紫越来越漂亮了，没有没有，谢谢。可以啊。阿长，你做那个什么？做20个下蹲也可以。可以。你说了，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老郭啊，这也不好啊，这样。你看阿紫又看那边了，一说叫老郭，你这样。喂。你们不要吓到阿紫哦，现在他唱歌吧，叔叔阿姨们都说叫我唱歌。可以可以，你说了你唱首歌哦，好吧。嗯。你看今天虽然有点累，坐车，但是呢，还是终于熬出来了嘛，这还是要开心开心一下嘛，对吧？对。主要是你也不喝酒，不然的话带你去放松放松，喝两杯。嗯，不要说现在这年你喝不来的嘛，那一杯倒的嘛，你是是吧？你现在那阿伟哥，那你现在去喝酒了是吧？没有，我在公司呢，我在办公室这边。好。嗯。我在这边处理一点事情，安排一下，然后明天。谢谢关注帅哥节目，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啊！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阿紫真漂亮，美是吧？来吧，那。好，这么的，也不做那个啥了，也不做相对了。那个啥，你说了，我问你5个问题啊，我问你5句真心话，好吧？好，5句真心话。好，那我输了，你也可以问我嘛。可以。OK， 那就猴年吧，来。好。帅哥姐妹。感谢点赞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。刚才谁给你打电话？我看一下，你记了没有？他说什么吗？那个，就你的连麦的叫。闭吗？连麦，我在直播，他又没直播，我怎么连麦呀？对。没有，我在开始啊，闭麦吧，来三局两射啊，来，我马上那个呗，要到马上就开吧。感谢点赞，谢谢各位刷一麦。这是过20分钟左右就能连上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给阿紫，我跟阿紫玩这本游戏呢，就是我主要是要跟他，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他，知道吧？因为有些时候我这么的去喂他。我这么的去喂他，他不一定说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阿紫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以这种 PK， 这种游戏方式去喂他的话，他输了我去喂他的话，他会告诉我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如果骗我的话，他始终心里面觉得就是过意不去那种，所以呢，他会真心，他会告诉我真心话。那么我想喂他这5个问题的话，我就是想得到他，就是说他的想法，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他，知道吧？你们也知道他现在虽然和我一起出来了，但是我也想让他开开心心的，不想让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啊，生活当中有压力，知道吧？毕竟他没怎么出来过啊，然后呢这么的跟我出来了，他肯定压力有点大了，知道吧？毕竟在老家的话没什么压力，对吧？就知道干活就行了，但是在城市里面就有些东西要面对啊，要面对，然后呢不像楼层里面这么简单，要去动脑子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怕他比较辛苦嘛，所以我今天晚上给他玩一把游戏，让他开心一下，然后让他输之后呢，我喂他5个喂停。谢谢谢谢我们姐姐送来的黏黏啊，我喂他5个喂停之后呢，这5个喂停我会在这个5个问题里面能够知道一些东西，然后我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方式去帮助他，好吧？感谢点赞啊！所以说咱们能上票的咱们上票，好吧？能上票的咱们上票，然后让阿紫输，好吧？我们打一阿紫，然后呢我问他5个问题，
谢谢谢谢叔叔一个姐妹，谢谢。来，阿紫现在在我们公司这边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晚上今天才刚到的啊，今天刚到。然后呢，我跟他安排了房间先休息了。刚才我带他们吃了饭之后呢，我感觉他也没有精神，也有点累的样子，因为今天比较辛苦嘛，这两天都在造车，然后我就让他先去休息了。感谢室内的猫叫，谢谢啊！最后一分钟的五十秒，咱们能上点票的上点票，好吧？加加油！感谢室内的猫叫，谢谢！感谢叔叔阿姨哥姐妹的大力支持，谢谢！哇，对面上来了，对面的大哥上来了，咱们这边能不能打一他？能不能上上票？能不能加加油？叔叔阿姨哥姐妹加加油！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！感谢关注，谢谢！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啊，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。然后咱们最后一分钟的二十秒能不能瞄过去，直播间4500多个人，来马上5000人了，能不能把它瞄过去，谢谢大家啊。到现在啊，我跟大家认识到现在啊，是非常感谢叔叔阿姨哥姐妹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和帮助，很开心啊。不要黄毛在你公司啊，先不管他嘛，就是说看他的表现啊，如果他好好上班好好工作的情况下，咱们不管他先啊，到时候我会把他姐姐和他们两个支开两个工作的，知道吧？不要待在一块儿，待在一块儿的话他老是去欺负他姐姐。那我也好好对阿紫啊，这个大家放心啊，我既然把阿紫带出来了，那么我肯定就是说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能不能就是我们两个能不能走到一块儿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儿。那至少首先，毕竟我们也认识了4-5个月了，对吧？以朋友的关系，给他安排一个好工作，然后呢，给他就是安排好一点，对吧？我能做到的就照顾一点，对吧？是不是输了？来，输下一个姐妹，能不能偷个糖？最后5秒钟了，能不能偷个糖？能不能偷个糖？输了啊，我们输了。